小子，快把我放出去，快放我出去。对不住兄弟，已经进小鬼子大门了，要想活命的话就别出声。碰上你算我倒八辈子血霉了。再跟你说一遍，要想活命的话别出声，把嘴闭上。嘿，干什么呢？小鬼子来了。啊，有证有证，不要堵他，赶紧走。车送了，我紧两下，赶紧走。哎，再跟你说一遍，要想活命别出事儿。这下面得关我。啊，有证有证，来宾，哎哎，这这，没见过活着出去的，不行，那你就吵吵，要不咱俩一块死，要不然我带你出去，自己选，选。算他妈你瞎子有主，放开老子！小鬼子身上吃，听好了，我纳武堂说话算数，做完我想做的事儿，我带你们出去。真的假的？别吵吵！你就是小鬼子说的枪王纳武堂？哦，你就是纳武堂，百家村那仗是你打的。现在小鬼子听到纳武长，连岗都不敢站了。他就是纳武长，是啊，他就是纳武长，这可了不起，是纳武队的啊。实话跟你们说，我这次进来就是杀他的。就凭你一个人，身上连把枪都没有，还想杀莆田？村田さん。今入手しました。我们就快成功了。お祝いしますか？当然だ。そのために二入陣からさ。はい。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，
放下别动。 杀莆田，你们得搭把手。搭把手？说的简单，弟兄们都让鬼子吓怕了。你不知道，莆田这小子心狠手辣的，咱这老公让他们杀了一批又一批，真不知道这白家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 鬼子又在广场上贩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子了，啊！不知道，小鬼子只要在广场上摆上馒头跟猪肉炖粉条，就是又要杀人了。今天不知道哪几个弟兄又要倒霉了。太上，餃子ができますか？ 大家请，这是咱们劳工营，出门往东，左边这是矿产区，右边是仓库。 过了仓库是车间，过了车间，才是鬼子兵营。兵营里边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的，口令一天就要换三次，谁也甭想进去。不过据说这兵营中间围着一个办公区，八成啊，莆田就在那里边。这畜生白天会不会出来？我们干活的时候，他倒是出来看看，不过时间不长，转着就走。那行，你们就干你们的活，我混在你们当中，找机会下手。 你要玩命啊！你不打算活着出去了？我命没那么贱，我的事儿没干完，死不了。再说我答应你们，干完这事儿，我还要带你们出去呢。放下，是好了，能出去就好。是好了，真有法。 不知道，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仓库那边也没有。兄弟，这点活可快干完了，跟兄弟们说一声，慢悠悠的干呗。好，都慢着点干，慢着点干啊！ 慢点干，好的。慢点干，慢点干，哦，都慢点干，好。
究비연주자김이와또오모연주비是硬的，眼珠子是软的。这三天有哪个房间没有增加房屋？只有一个，白家村。眼珠子，白家村。马上命令警校带兵去增援白家村。嗨。咱们送上路饭来了，通知兄弟们就在小广场动手。找些失手的石块装兜里，你也去吧。好的。大龙兄弟会使枪吗？多少也在大山混过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。放心吧，找机会抢枪，然后兄弟们冒地了打。好，所有人集合，待到广场。是。集合！集合！待到中间，快点！日本帝国完成了一项光荣而且伟大的任务，今天这些饭菜就是犒赏你们的，吃了这顿饭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班长，这么多人呢，别抢，加拿大给我一站，快点吧，快点，班长，看花，班长，有吃的了，有吃的了，还有吗？没有馒头吃了，走开，走开，不要在这儿了。馒头，馒头，走开，走开。动手！抗联那不成，索你命来呀！别吓我，别吓我，走！
便宜了，留他有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吴元生，哎呀，闭嘴！这是小鬼都没反应过来，带兄弟往那冲，掩护。好，给枪。弟兄们，往大门口冲！长官，白家村方向是不是在处决人犯？咦，这是咩？白家村要走人的。もしもし。那你，太嫂，白家村劳工暴动，莆田工程师遭劫持。我是嫌疑人，记住，一定不能让劳工冲进基地。你们务必派重兵保护好实验室。只要他们放了布点，可以让劳工离开白家村。就算把莆田放了，他们照样杀你们。兄弟们，咱们
怕啥？咱手里有枪，咱们和他干行不行？干一次行不行？枪呢？枪啊！还是让我说足了，我带着蒲田出去，吸引他们注意力，找机会冲出去，你们一定能冲出去。好，走，干，走。往那边撤，我压着蒲田他们不敢开枪，快！好，那边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继续叫！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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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小鬼子，你爷爷拿武昌在这儿呢。八股大哥，八股大哥。把弓打掉！快点，快点！给我上！上！那武昌在哪里？太僧，那武昌没有跑，正在全力围剿。放他走！能的是个！放他走！一定不要让他靠近西岩西，如果保家，我们就全都完了。放他走！放了那武昌！马克特斯克勒，李家村啊，你们都别怕，我们是抗联的。你们谁是头啊？我。过来。我问你，你们从里边出来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叫纳武昌的？要没有那个枪王，我们哪跑得出来呀？不过他还让日本人围在里边呢。陈连长，你带他们先撤。三营的，跟我走。快。
老乡们，走走走，快快跟我走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老乡，这边。即使用你们自己的命来换，都不够。爷，我可给你报仇了！各位老，嗨！我跟你说过，只要你还活着，莆田郡就一定要活着。大佐，我是人，愿接受军法处置。不过，有一句话我要告诉大佐。请相信我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的房屋由我来负责。嗨，朱元军，跟我回一趟官邸吧，有事情同你讲。中尉，这小鬼子留下这小本的东西，你看懂吗？看不懂。哎，你刚才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白家村修宫殿，是吧？那矿工说小鬼子让他们在里面就是挖矿。挖矿，我问过，他们挖的是石墨矿，但是挖石墨矿干啥搞得那么神秘呢？
那个逃出来的雷德龙倒是说过，说小鬼子在白家村公示里面有一个洞口，小鬼子搞得神神秘秘，这里面指定有什么名堂。还有，那天我带着人往外冲，冲到大门口的时候，一堆鬼子把路给封了。那我掉头就往洞口冲，结果鬼子调集所有的兵力把洞口也给封了。我回身一看，我退的路给我让出来了，我觉着他们在故意放我走，这里面指定有事儿。放你们走，那就是说咱们只有进了洞口。 才能知道他们到底搞的啥名堂。这个本子我得尽快送到东北党委员会，看看他里边到底写的啥。那行，政委，我去问问逃出来矿工。哎，走。还有一个事得跟你说一下，安先生牺牲了，弗兰也下落不明。 这怎么行呢？他们会杀了他的。你已经看到了，那武昌和抗联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绝地计划。为了绝地计划的安全，我们必须清楚那武昌还有抗联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。所以，我需要傅兰去为我们收集情报。千言君，傅兰是我的女儿，唯一的女儿。我求求你了，但是。 你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对吗？你有义务为天皇尽忠，你的女儿也是。钟跃君，你不是一直都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人吗？你的女儿身上流着大日本帝国的鲜血，但是如果她的手上不沾上中国人的血，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。 你放着，但是你要跟我合作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等到一个月之后，你可以选择去苏联，或者去日本，好吗？记住，你不要变我。哎，大家排好队啊！别别别，我猪肉炖粉条，真香！我来一碗，就是，哎，别着急啊，哎，该我了。 够了，哎，够了，爷，吃饭了。哦，改善了啊！哎，老婆，你去给我盛一碗猪肉炖粉条子，再弄俩馒头。哎哎，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，你得自个儿盛去。哎，别别别，快点快点，给你来一个，我这饿的。别急，给我尝尝，给我尝尝。哎呀，行，小伙子，给我来一碗。后边排队啊，后边都排队啊。我儿子，都是你们的。 不要抢！不要抢！都有！既然你们到这儿来，都让你们吃饱。哎，干嘛呀？哎，抢什么呀？饿死鬼呀！没吃过东西啊？这什么好东西？这是？蹭死你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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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蹭死你
吃你吃，我没胃口了。您是傅老板吧？不敢当。离开我那一亩三分地儿，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？我说您放着镇上自己的大宅子不住，跑这儿干啥来了？都没辙嘛。
又是上了贼船了，下不去了。你说这儿三不一岗五不一哨的都拦着我，我想出去他出不去呀。腿长在您自己身上，要是想走谁拦得住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能出去？跟你说了吗，在这儿别老爷老爷的叫。老爷有住在这儿的吗？老爷有洗不了澡的吗？老爷有吃不上饭的吗？真是。傅思远。嗯，不，二双让我接回来了。是吗？怎么样了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快去，快去。大当家的，我们到了吗？这是哪儿啊？嗯，就在这儿了。慢点。听你姐说，你五常哥就在这儿，眼睛能看见的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他。嗯，在这儿等他吧。少爷，少爷您等等我，我话还没说完。我不懂。您托我的事儿，我100%给您干完了。那我求您的事儿呢？您得给个准信儿，有谱没谱？什么时候办呢？你磨叽啥呀？就这点屁话嘚啵半天了。这二双的眼睛这还没看着光呢，这心都悬着呢。肯定没问题。干爷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那德国大夫可厉害了，吃饭都是手术刀。闭嘴。干爷。二双说啥也不让医生给他拆纱布，非得等着你来。武常哥，看见了，郭大帅。
一如既往。